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发一个感慨或者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名字就是美国呀，或许真的已经到了不行的边缘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点老生常谈了，觉得你胖子，你说这个东西吧，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我想说呢，很多人说过，或许没有我这次说的感触的这么深。大家知道这几天我在美国南方各州转啊，我是很喜欢到民间去的一个人。啊，我跟很多人不一样，我真的不是待在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地方，我是真的深入到了真正的美国。我一直觉得纽约和洛杉矶这地方代表不了真正的美国啊，包括啊周边它也其实代表不了，什么马萨诸塞州，你说这能代表真正美国水平吗？很多地方其实它是代表不了的。甚至像德州、佛州这些地方，只有农村或者小镇或者小城市才能代表，很多大城市其实它也并代表不了。我到美国南方各州去转了一圈啊。可以说一个词吧，叫做触目惊心。就是美国各州给我的感觉几乎都没人了，尤其是这些州全部是支持共和党的啊。我之前的视频里曾经向大家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啊是共和党州，什么是民主党州，这大家都知道对吧？东西海岸那些政治正确的州啊，几乎都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啊，中部和南部啊这些州都是支持共和党，给我们感觉好像是这共和党州应该至少人均应该比民主党强吧。你看民主党州那么多黑人，那么多啊这那，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南方这些州啊通通黑人比率要比这啊这东西海岸要高得多得多，你明白吧？但是这些州呢却是这个共和党牢牢的话语权。如果你说州长代表不了，那咱说州议会，咱说从众议员、参议员，这能代表了。但是他们众议员、参议员大量的也都是共和党的，你这个完全理解不了。而且啊，我这几个州走下来啊，我就觉得美国南方一片荒蛮啊，不管最大的城市、小镇上，就是又破又烂又脏，它还不是没人，它是破，它是感觉那种工业后没落的地方，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它不是一直都这样。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它以前非常的兴旺，以前它有很多大工业在这儿，以前它非常的发达，以前它有很多的港口在这儿，以前它天天都会过火车，每天都有数不完的集装箱啊，每天都有就是做不完的这种实业工人、港口工人在这儿。可是现在通通这些都没有了，包括我现在住的这个小镇啊，我就是在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小镇在这儿住，这整个周围没有更好的旅馆了，就这一个啊。这个小镇我可以让大家看看啊，整个小镇就是大概现在这个旅馆里只有三个人吧，这很符合恐怖片人设啊，一个前台，然后一个打扫卫生的，然后就是我在这儿，然后整个的背面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这儿后面是森林，所以说啊不用怕啊，随身带着这个东西呢啊。不管怎么说啊，美国的南方确实是很萧条，以前我还觉得佛罗里达破，那在这些州再转一圈，我说哟，怪不得佛罗里达美国全美经济排第三的，虽然说人均算是中下，但是隔不住有奥兰多、什么迈阿密啊，有坦帕这些大城市啊，这些城市看起来那真的是你跟美国其他城市一比真的是新多了啊。我这个在纽约待过的人，也在加州待过的人，我个人认为啊，这些地方简直是啊，真的是代表不了美国，尤其是纽约跟加州，很多人你看他说啊，你说的东西就代表美国吗？可是我真觉得我说的，我去的很多地方说的很多东西真能代表了百分之，我至少敢说能代表50%或者60%或者一半以上的美国。在加州，在什么湾区，在什么纽约住的这人，他代表不了美国。你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去中国，你得去河南、陕西，或者你得去江西，你得去什么湖南这些地方，他才能代表中国吧，对吧？你去什么东南沿海，你跑温州去，或者你跑什么啊，或者咱更过分点，你跑上海去，你跑北京去，这地方能代表中国的生活水平吗？我觉得这代表不了。美国恐怖，恐怖在哪儿啊？它不是恐怖在这个它的富人太富，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国家太那个什么，或者说是穷人啊得不到救济。我觉得这都不是最恐怖的啊，它最恐怖的是感觉它的穷人看不到生的希望。就是你在这几个区转一圈以后，尤其是到了密西比州。哎呀，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你看咱们中国也有就是很贫困的地方，但咱中国很贫困的地方呢，说白了是建不进去路，很多地方是其实是跟外界很难沟通啊，造成它的贫穷。可美国这个完全不是啊，美国可不是说就是它修不进去路造成了它的贫穷，美国很多东西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它，它就是它不想着发展，你知道吗？在很多地方它这个人呢、啊，它这个人口啊，
每天他都无所事事，他不知道干嘛。而且这些州呢，由于是坚决支持共和党的，他也坚决不加入什么那种给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地方，就反正你穷就穷死。但是这个州的人口呢还没有减少，还在不断的缓慢的增加中，你说很有意思吧这些州。但是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这小镇啊反而比这大城市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小镇吧，对吧，还没有那么大的破落啊，而且有些是黑人聚居的小镇，有些是啊白人聚居的小镇，但是有些是黑白混合的小镇。但这些小镇明显呢啊确实是不如大城市啊那么乱啊，或者是那么脏，但是也好不到哪去，好吧啊。但是我不否认有些这个什么这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啊休息的不错啊，高速公路休息站确实看着还行吧哈、啊、就没有那么烂，但是非常简单，跟咱中国的完全不能比啊，跟咱中国西北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我没见过啥样，我估计跟西北的应该都比不了啊，但是确实不咋地啊，但是设施还算齐全，反正你要上个厕所肯定是够了啊。整个的这一趟下来呢，我是觉得美国南方没有指望了啊。你说我还是那个问题，在上个视频给大家提出的那个问题，你说啊，白左他是救了美国，他还是毁了美国？有人说啊，白左正在毁美国。你看白左实现的这些东西，他去救济穷人什么的啊，你会觉得白左啊做这些事情，那穷人越来越抢劫，对吧？啊，犯罪率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也合法，那个也合法，美国越来越乱。可是纽约和洛杉矶似乎它没有变得更烂吧，或者这些大城市它没有变得更烂吧，相反这些地方啊依旧在全世界很有话语权。可是美国南方的这些地方它到现在为止它都不申请低保啊，它的很多穷人连基本的看病它都看不了啊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拍的那些城市那些破落的乡村它是什么样子，它是什么样一副烂样子啊！而且他，你大家不要说这些地方都住的白人啊，这些地方就是黑人比什么东西海岸民主党的地方要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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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这个比例。大家比如说纽约，纽约这黑人的比例能有多少？能有18%，能20%，反正我在的时候18%，现在到20%顶天了，对吧？那密西比呢？密西比早就到40%了，密西比十几年前就30%几了，对吧？现在大概是38.几，啊，那白人才占50%几。啊，这就已经是跟美国20年后差不多了，这个黑白比例，啊，其他的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啊，什么阿拉巴马州，这黑人也不少吧？乔治亚州，我要没记错，黑人也是30%几，将近40%的一个比例，白人才50%几。所以你现在看一圈啊，很难定义白左是不是在回美国啊？或许白左并没有在回美国，对吧？啊，我就还是那句话，他黑人，他这些穷人，他找不到生的希望啊，政府也不救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你又任由他发展下去啊，这些地方他自己由于他是共和党信仰的，他也不申请救济，就恶性循环成这样，国家也没有一个计划去扶贫。啊，去在这些地方兴办教育，像我们的这种，他完全办不到。给我的感觉是，美国虽然说啊，就密西西比州，他站着一向说是啊，我跟最穷的城市啊，或者说最穷的州，�跟最富的州人均只差了3倍啊，或者说4倍。你看它账面上是很高的，3万多啊美金的这个人均 GDP。那可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它建立在啊整个州可能 GDP， 它有一些旅游业，它有一些渔业，它有一些这那业，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公路也不是州兴建的嘛，公路一般都是联邦兴建的啊，所以说我能明显能看出来，大家想想38000的人均 GDP 相当于哪，就跟香港差不多了吧，跟前几年的香港差不多了，38000人均 GDP， 这可比北京上海都要高。但大家看看那里面，咱别说那里头人，咱别说跟北京上海比了，你跟什么陕西比，跟这跟什么陕西比，你跟云南比得了吗？那儿人那房子，对吧？你跟陕西云南农村你比，你也就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啊。所以说我很费解啊，美国这穷人，尤其是南方的这几个州何去何从啊。包括有些人说咱能不说美国不好了吗？咱能不说怎么着吗？问题美国现在他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吧。问题美国现在南方的现实状况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问题是你到他那个城市以后，你觉得跟伊拉克刚打过仗似的，你说这怎么整呢？他每个城市都是这样，
它不是我说的好或者我说的不好，那你说我住在这儿，我也希望呢美国是吧恢复以前的样子啊，经济繁荣或者什么都繁荣啊，大家一块儿乐滋滋的，他也不在世界上找事儿，这不好吗？那问题是他现在回不到这个样子，他现在不但回不到这个样子，他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你说这个东西就很让人是吧难受了是吧。那行吧，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主要也是就是跟大家探讨一下啊，就是美国它为什么南方变成这样，它好几个州都是这样，而且大家知道包括佛罗里达州啊，大量的城市其实也是不行的啊，但是你跟这些州比起来佛罗里达还不错，呵呵，但是我说除了这几个大城市以外啊，南方你像比如说你把亚特兰大跑出去，你把迈阿密谈判奥兰多跑出去啊，大量的这些城市，那你说南方那个时候就算加上什么杰克逊，就算加上新奥尔良，也都不咋地啊，这地方加上阿拉巴马的伯明翰又能怎么着是吧，这些城市反正一个比一个烂，包括北卡啊，北卡就是我天，北卡还能好点，北卡还能好点，还没有那么烂啊，田纳西可能还能好点，还没有那么烂，那也都不行啊。行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就是讲一讲啊，就是这一次出门的啊心得和感受，就是感觉美国的这个啊向下的势头啊真的是拉不住了啊。我觉得看一个地方行不行，咱不能只看最发达的地方，最发达的地方它代表的只是啊最发达的地方，因为你一个大国嘛，你倾全国之力发展一两个定点地方的时候，那你说去印度，你看德里的富人区啊，孟买的富人区啊，这代表印度，这当然不代表印度。你要看他的穷人有没有生的指望，但是现在我看啊，美国的这个啊这个这些中部州南部州的这些穷人，这些小镇上啊是挺烂的，可能大量的地方。行吧行吧行吧，这咱不多说了，因为我看很多华人从来没有拍过美国南部什么样，有一些老外也没有拍过，很多人拍他也就是拍美国的中部，因为美国中部人均还行啊，人均由于他这个德裔的这个白人过多，或者英爱裔的白人过多，他有些中部的这些州还行，但我这回拍的可是正儿八经的美国南部的这几个州啊，也是最保守最宗教啊最巫术横行最森林的几个州，大家看看是这个样子。行吧，就多的不说了啊，这一期就做到这儿啊，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好吧。那行，这期就做到这儿，大家拜拜。哎，希望我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吧，呵呵，住在这么一个地方。